可能啊。 这一个。 私自贩卖作业，说，你们领头的上哪去了？你，长官好。这是赃物记录，统计完报告给我。是，长官。长官，我们在场馆楼下捡到 Jack 的记号纸。Jason，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重复了。 Jack 的见义勇为行为并不在我们警方的管理范围之内。可是，像 Jack 这样滥行私刑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出现了，他这样严重扰乱校园秩序，会引来更多人跟风模仿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应该依法逮捕才是啊！年轻人啊，人生中总会碰到一些不能够随意插手的事。要知道。 Jack， 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抓住了我们用几个星期来调查的嫌疑犯。你说，要是没有他的帮助，这些家伙不知道还会在猖狂多久。长官，您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力量，抓住他们真的只是时间问题啊！等你真正有能力时，再说出这样的话吧。 说了，兄弟，我已经观察你有段时间了。自从那间化学科后，你就有些不对劲了。可是，兄弟，这真是太酷了！我的室友有超能力，我们学校又诞生了一位超级英雄。哎，你别乱说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很会使用这个能力，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瞬间的功夫，我就做了一些不太正常的事情。我也并没有能力能够像 Jack 那样承担那么大的责任。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改变。这种能力需要一些时间去掌握它。你看，就在昨天。
Jack 又抓住了一伙犯罪分子，想想你以后也能像他这样，真是想想就令人激动啊。哎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可没有办法成为像 Jack 那样的人，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。哎，正好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记录表，这样你就可以测验你的超能力了。行了，可以了，你还是准备准备今天的听写吧，别到时候又要被罚重听了。好的。长官，请你看一下这份行踪报告。嗯，是关于 Jack 的。我发现这几天 Jack 在犯罪现场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，而且巧合的是，每一次记录到最后都会有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出现在角落里。我怀疑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。年轻人啊，做人呢，不能总是疑神疑鬼的。而且我们警方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执勤时间用来调查此次案件。让你写的报告呢？这个，长官，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吧。如果继续放任 Jack 这样一意孤行，那么到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警局的正常执法，也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他了。你的那份报告我已经帮你写好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校方从未表示过会干预 Jack 的所作所为，以前不会，未来也不会。而我们警方呢，在没有收到上级命令或搜集到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，是无权去逮捕他的。不过，要是你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的话，我愿意动用资源协助你调查。但我有前提，你得先把那个逃犯亲自抓到我面前。是，长官。这是从以前要答案的人手里拿的，当然我没有直接交易，我是从其他同学那里拿的。这么说，这个东西确实对我赚了不少的帮助。Dennis， 你有没有搞错？没有人说你是差生啊！逃避责任，将自己否定，对学习没有任何帮助。这样吧，我们以后一起来背单词吧。也许能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。哎，好啊，这样我们也能有时间来测试你的新能力了。这主意可真不错。那我们开始吧，首先先进行一些热身。
解结束。最后是超级速度，这应该已经把我们拼接部提出来了，要在时间内我是学生一笔，我是学生一笔，我是学生一笔。清早起床，常常让我浮想联翩。昨日欢愉教室出现在我眼前，你幻想总是把我描绘的活灵活现。然而现实提醒我，只是大脑断片。三点一线的生活，消耗热情，但一定要努力寻找有趣灵魂，保持新鲜。好像身边的同学都懂得如何展示自己，老师平时也鼓励我们多多探索可能性。可是我觉得自己非常不可思议，明明是了这么的迷茫，却怎么能用武之力？宽容、大气、年轻。历届学长成员的校训我都记得清楚，超级 power， 超级 hero， 我那天马行空的手下不会再普普通通。我是 special in me， I don't know no n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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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 special in me， I don't know no no，我是 special in me， I don't know no n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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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 special in me，What is bad in me? I don't know, no, no. What is bad in me? I don't know, no, no.有进步啊，长得漂亮，而且今天我们也帮你测试了超能力，你居然拥有超级速度和超级力量，这真是太酷了。只可惜没有镭射眼啊。有这两项力量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以后你也能像 Jack 那样抓犯罪分子了。哎，你看那边那个人，不是和他们一伙的吗？该你出场了，快去抓住他，快去啊！走了。